爷奶宠孙无上限，却让爸妈头很大。我到国中，我爸爸还抽啊，可是我女儿家就是我连大声的骂他，阿公阿妈就护着，他就扣谁了。答应我女儿说，我带你去露营，快下雨了，真的不能去。阿公马上就起来喊说，把那个六人帐打起来。阿公还说，谁赢我，要就做全套。周一到周五每晚8点，请锁定26频道未来综合台，玉皇大人 ，See you。